在车水马龙的营地大街，一家自70年代中期开业至今的茶餐室常常客满，不少游客慕名而来，想要尝试有着澳门传统特色的西餐。这是胜利茶餐室，当初由一群高级酒店西餐厅大厨创立，理念是把西餐的美味带给每一个人。实惠的排餐是不少本地人的集体回忆，软嫩的大块牛柳浇上浓郁的黑胡椒酱汁，是很多澳门人对于西式料理的第一印象。尽管后来有更多更精致更高级的西餐进驻澳门，但胜利茶餐室的怀旧味道是其他西餐厅无法比拟的。